This. 看到没，这个绿汤啊，就是它的精华所在啊！我爱的就是这个绿汤。也许闻着臭吃香呢，走你！这印度的小吃咋能是臭的呢？小吃不都是香的吗？我不信，来试一试。买回来了，这不就跟土豆片一个样吗？还有神奇的料汁儿，咱们来试一下。 给它起油烧锅，这油已经热了，咱们该下进去看看。准备个一点配菜，据说这个料汁儿才是它的灵魂，叫灵魂的玛莎拉。看一看。 打开了，我先闻一闻，像调料比较呛的那个味道，咱们来调一下看看啊，够了吧这些，少倒点儿。哎呀妈，这不是一下就出来了。 说不上来的味道，这料汁放在我面前，就是真的就是有一种进个卫生间、公共厕所的那种感觉，一股酸臭味儿。一会儿我该怎么吃了它？来点土豆泥，来点圆葱、香菜，多加点，多加一点。 然后要来两勺这个玛莎拉，尝一下啊！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下去。不拍了。 哎妈，不行，真的没法尝试，就是又酸又臭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黏糊的，吃不了，吃不了，再见。